寻找大脚怪。大脚怪真的存在吗？还是只是一个神话？古往今来，人类经常谈到他们与这些生物的遭遇，在世界各地，无论在哪里发现他们存在的证据。然而，仍然存在不确定性。2006年2月，柔佛州哥打丁仪发现了一些与大脚怪有关的奇怪事件，这让人们不禁要问，人类中是否早已存在传说？有真相吗？原来，大脚怪之谜将永远是人类之谜。